杨幂优雅近照曝光，网友刘恺威能顶住。电视剧《谈判官》在水果台火爆播出，剧中杨幂与黄子韬的感情纠葛也是全剧的焦点。而近期有网友曝光了女神杨幂的一组近照，照片中的她职场范十足，也通过该剧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电视剧女王地位。此外，该剧讲述了高级谈判官同归于美国社会隐秘而富裕的华人世家继承人谢小飞因缘相识相爱的情感故事。杨幂扮演的古装角色也是十分经典哦。杨幂刘恺威，娱乐圈的模范夫妻，现在依旧恩爱如初。对于《谈判官》中黄子韬的搞怪表演，杨幂的本色演出，大家都怎么看呢？